拼选战，民进党台中市长候选人蔡其昌就算嗓子哑了，炮火依旧猛烈，就冲着台中市长卢秀燕这席话。为了选举，有人抹黑我们，是趁机告雄，千万不要为了选举抹黑台中，打击我们的市民朋友，这个我不会容许。我身为台中市的市民，我非常的不满意台中被叫做庆祭之都，我非常不高兴。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卢市长当市长不应该检讨吗？如果人家批评他就是抹黑台中，这是对的态度吗？台中庆祭之都，治安败坏，隔空对战，火线交锋的还有谁败坏了选风？我之前讲过，九次大选我从来没有看过一次选风这么败坏。我想过去选风没有这么败坏过，的确卢市长开了台中市这个选风最败坏的一次。卢市长不要这样子做，这个选举你进行打压，让我们后援会的干部不敢来参加，我的活动你都派人来收来跟踪来做政治侦防。蔡其昌酸卢秀燕败坏选风，选举到了关键时刻，他更担心奥博。这么多的奥部都来针对我们，我们也担心，选战越来越激烈，我们未来要走向胜选的前夕，不知道会不会，卢秀燕市长奥博紧盯呐？这个也是我们担心的。有人可能在最后关头会出奥博。有没有可能制造大量的谣言？有没有可能？有。有没有可能制造各种的事件，让我们的城市不安？哦，起鸡皮疙瘩，有可能不？哦。选战倒数，蔡其昌、卢秀燕两人都要防奥波，意外成为蓝绿阵营之间的唯一共识。民视新闻台中综合报道。更多精彩新闻，请下载 APP 订阅民视新闻网。